敢有看唔到？张崇仁竟然要发神！阿对，有必要时阵，一心崩彩下，一定要救着夫人，知无？好，应该感谢你啊。 原来张崇仁这大头家身份的背后，是会晓用这种奇奇怪怪的法术。那呢，我有意图接近伊，安尼敢好？若是去互伊发现，我可能连命拢互伊收去啊！啊，不过伊是我即马唯一救命符，要保护莹莹，要顺利甲霸道三公一趟啊出去，拢只会当靠伊啊！哇！ 即马敢会当拼一届啊！伤到最严重诶，你免烦恼，我会解放三工。总裁，总裁，你不要紧嘛，江总裁，江总裁。这个班看起来真正有够奇怪。 无亲像是皮肤病，嘛无亲像是胎记，唔知影这是啥。张崇仁到底是啥物怪物？ 伊做法就当影响到王文金，万一伊妈咧用我，我毋着变做甲你阿翁同款。啊，我看我也是到遮就好啊，为着要挃伊个钱甲人脉，甲家己个命拢赔入去，就无价值啦。袂用钱。 伊知影我看到伊变法术，真正要甲我灭口嘛，毋是无可能。我若是即马救起来，等到伊感觉我心虚，伊就真正会甲我当作敌人啊！方彩霞这段时间秘伫个尴尬，一定嘛是知影张崇仁遮个秘密，才利用这点争取到啥物营运副总的位置。方彩霞拢做会到。 我万心明，敢会输乎伊？卖讲伊会晓法术，今仔日就算讲伊是一个会晓食人的妖怪，我嘛是爱家掠条条，甚至掠人去饲伊，才会当互伊信任我，帮助我翻身。个安全啊！先伫咧遮休困者，看我才叫车来接咱。高总裁，高总裁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，高总裁，是你。高总裁，你刚刚伤到最严重诶，你莫烦恼，我会跟上三工。你哪会这样出现呢？ 我原本是想讲要送礼物去总裁领导啦，想讲要甲伊说多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。我煞看到江超强甲总裁妈还有方彩霞用好分气掠走，我惊一个呢。本来我想讲要报警，毋过佫想到江超强是你的后生。 我若是报警，可能会打歹总裁你的名声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先坐车越过去，看是啥物状况，再来想办法。你阁真巧呢，知影袂报警，这个认真哦，算是我欠你。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是我欠你伤侪认真啊。 所以讲，你一路跟你遐去，啥物拢看到啊！我有看到你甲王金，敢若是在做法，我啥物嘛看无。简单讲啊，就是我用法术。 控制黄金，可以代替我去阻止超强我未来。我用法术控制别人的行动，你听到拢袂惊？惊是真惊啦，啊，不过总裁你也无伤害过我，甚至你阁收留我。 佮替我解围，我袂当忘恩背义嘛。话说我嘛唔捌，所以我想，总裁你应该是袂对一个虾米拢唔捌的人安怎啊？所以我想那要惊你啊。哈哈，你个知影报答我，多谢你，真济人哦。 拢忘恩背义，甚至哦，搁温情受报，亲像你这款查某囡仔，会个真少见啊！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唔知影张超强迄边处理得安怎？阮记迄边无传来啥物歹消息，应该是处理好势啊啦。 哦，安尼就好。王文金会当替总裁处理一寡危险的场面，安尼你就免烦恼啊。总裁，你透血佮老唱歌，安尼身体会歹去啦。还是我先送你去病院？免，我遐休困一下，等我开来恢复啊。你即只送我倒去就好。哦，那呢，我佫会当替你做啥？你甲我家己边去。 我要坐了以后，顺一下去。哦，好。这里哦。 嗯、看伊敢若剩一口气，就表示伊做法以后身体真虚，嘛就表示伊无开来伤害我。好佳哉，我无走去，也阁有机会会当伫江雄人面头前表现。 我警告你，你若想要亲门打户来破坏阮阿兄的家庭，有我伫的，我绝对袂予你这个机会。你俩准讲我会惊你哦、喔？你即马是寄人篱下的，你羡慕江总裁大腿，才会当讨一喙饭食。啊，毋过实际上，我感觉会出来，江总裁已经讨厌你。 啊，毋过我就无同款啊！江总裁真介意我，我无需要掠伊什么章头，争取什么位置，我只要互伊继续对我有好感就好啊！啊，那你哦，对伊有啥物威胁，我是毋知影啦。我会当肯定的是，这个威胁若是取消，你。 就啥物拢唔是，我是想要考劝你啦。你若无想要到时阵，让江总裁赶走，你就要对我较客气的。因为无得卡，倒一天我会当伫个耳腔边聊聊讲几句话，就会当保你的命。我是咪啦？我真正会想袂到呢。较早你就是一个戆大呆。 连家己翁婿心都抓袂住，啊！即摆是安怎？哦，有丁慧官做你的参谋，所以你开始转型啊。这甲丁慧官无关系，我互恁变较全咯。我的想法都嘛要改变啊。阮万家无遮尔简单就共拍败。好啊，你着继续用你的外表欺负乖阮阿兄好啊啦。 啊，毋过我拄则嘛讲过，有时阵真相毋是参像你想的安尼啊。等你来了解阮阿兄的本性，是到走都走袂去。你都还袂走的，我哪着烦恼啦？